位伙计，原定喺本周五嘅设备更新会议，经过协调，将改于今日下昼三点重案组会议室进行，请各位准时出席。搞错啊！哎，拉条腿。点解我会要改时间？你有冇谂过人哋可能有其他安排咧？唔系喎 ，Madam 嘴，我同你 team 嗰个 TY check 过咧，佢确认咗你 operation 之后系冇嘢做嘅。咁依家系我去开会定 TY 去开会啊，老 Sir？ Madam 嘴，其实咧就唔系我想改时间嘅，系阿郭 Sir 突然之间话俾我听佢个会要开，所以净系得呢个时间得啫。如果你有任何 complaint 咧，我会 suggest 你向佢反映。咁个会系你 hold 嘅。不如我之後睇翻記錄啊！哦，咁又唔好啊，因為呢個會咧就係同我哋東九龍嘅 software 同埋 hardware upgrade 有關，即系咧會影響我哋成區嘅福利噶嘛。咁你身為 A team leader， 你應該要撐嘅。See you later， Sir。阿 Madam 取佢頭先個反應咧，同你之前追唔到佢有冇關嘅咧？OK， 大家看了分析图表，软件的开发咧，绝对是能够帮助我哋破案嘅。嗱，喺过去的十年咧 ，Excuse me， 老 Sir， 其实你可以讲个重点出嚟嘅。咁至于嗰啲细节同埋数据咧，我哋大家可以睇 report 咪得咯。阿郭 Sir，sorry， 魔鬼咧，往往就会存在喺细节入边，所以我一定同大家解释清楚。Madam 翠，我知道你就真的不好想在这个会度嘅。不过无论你是几不满意咧，我都不觉得你应该用种咁冇礼貌的方式去表达。Sorry， 我不是故意的。老 Sir， 你咁中意讲细节，你慢慢讲。我仲有好多嘢要做。你呢個 report 我會慢慢睇，唔好意思。都係我衰嘅，之前老 Sir 嚟問我，我應該問咗 Madam 先答佢。算啦，唔關你事嘅。係就好似真係唔關 TY 嘅事，不過 Madam 開緊會中途發脾氣咧，哼！咁就關曬成組人嘅事啦！阿郭 Sir 啱啱打過嚟揾阿 Madam 添，啊個會中間出咗啲咩事？會唔會又係阿老 Sir 做咗啲咩愚蠢嘅行為激嬲咗 Madam 咧？歐陽 Sir， 歐陽 Sir 過嚟揾 Madam 啊？佢唔喺度喎。我睇到，如果唔係你哋咁大膽喺度講 Madam， 我走啦，仲扮咩嘢啫 ？Yes Sir。哇！曬到咁你都瞓得著啊？使唔使啊 ，Madam？ 人人犯罪嘅喎，好在呢度差館嘅。